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黄不许河。吃原材料！欢不迎许原材料！把那个冰箱给我关上！把那个冰箱给我关他。上！你吃那个是原材料，哥，你把东西放回去。你不要老是上吃个原材料啊！我天哪，上次就是欢迎把原材料把蓝莓都吃了，我他妈肉丸都没法做，我的天哪，没心情做。你看我像吃了的吗？像极了。谁在后面在这喊？我的妈呀！关了，赶紧关！压的，疯了吧？做视频呢？你看见说话行不行？哇！再喊的话，直接把他们 YT 了。我还在做视频呢。我要做猪。我需要很多的皮革 skin。那你那个帽子是采蜜蜂用的？哎，不，那个ER那个帽子采蜜蜂用的。下雨了，准备接受青蛙雨。我需要更多。各位准备好了吗？青蛙雨正在接近。不会来，暂时性不会来。会的，很快的。很慢的。然而并不觉得很慢。哲，你知道这是什么？换衣服的。哎呦。对啊。满分。好多黄金啊，我们不捡呢。上次黄金怎么弄出来的？为什么饥荒没有旁观者模式？真是。怪我。他一堆肉，是快烂掉的肉，然后他给我们一堆黄金，特别好。哦，对了，把那个，哎呀，快弄材料，然后快弄木头什么的，赶紧把那个机器充一下能。对了，后来我的伞在哪里来着？打两下，跑一下，好懂了。你在打哪个？打。要不你去接翻骷髅？你去接翻骷髅吧。看到一只大鹅。大鹅。大鹅，当时我是怎么打的来的？哪只大鹅？哎，那个ER，记得大鹅它是攻击方式是什么吗？然后ER，然后ER根本就没在歪歪。咬一下，跑一下。啊。拔一下，跑一下。可以。这你妈！春季的用不用光的？哎，把我的剑甩掉了！你打春季 BOSS 呢？你不要吓我！哎，把再给我做个木甲，快点！木甲，好，等一下。木甲，我去看一下怎么做。我怎么又进服啦？好吧，可能是绳子。等一下，马上啊！不熟悉真。We have no more time. Give that to me. 你在下雨啊？给了。哎，哲，你们两个，哲，角色好像啊。哪里像了喂？都是妹纸。这怎么就像了？你也是。OK，I'm ready to fight, you motherfucker。都是青春火辣的妹纸。哦，我看到了啥？怕你啊！61血，62血，好，48血。你自己在打春节 boss 吗？那。幺二他们又掉了，又退了，服了。你们在哪儿？让我来。这个拼 M O O K， 给我做个猪皮帽。什么鬼？猪皮帽。这个小人们捡不到。G O S E 是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Ghost， 鬼啊！猪皮帽谁给我做一下？那为什么后面有一个？你去做吧。
二后面有一只像山羊，然后它名字标是人 ghost 的东西啊，一直在这追我，根本停不下来。像山羊，那你明天去接番薯吧。不叫山羊，这有可能叫山羊，有可能叫骆驼。Goat 吧，你说的是？有可能叫麋鹿。我把木头放一下，我把木头放一下。你说是 Goat 吧？还是 Pigskin？ 哦 ，M O O S T， 哎呦 ，G O O S T 什么鬼 ？Most 吧，那个。M O O S E， 对的。M O O S E 到底什么东西？不是 Monster 吗？Mouse， 完了，我不能，我忘了，机器人不能接受太多水，接受太多水它会炸的。哦呦靠！我怎么开始掉血了？哎，哎，这不科学呀！太冷了，太冷了！我的天啊！这个小鸡好像没有攻击力啊，什么鬼？你咋？你在打春季 BOSS？ 你不要逗我，你真的？在打呀？怎么了？好吧，当我没说。He was coming, the big guy was come back。他升了好多崽，怎么办？先打把那个把猪把那只鸡打了，火到最大了。我去做点东西，然后我需要补点血。哎呦，毕列针！毕列针总算他妈的亮了，哎。雨停了叫我，雨停了白天叫我，真的。那明天就接房主吧。明天白天我睡一个早上啊。不，我要打 boss， 你们帮我打吧。一牙都退了，哎，以后再也不带他了。YY 一直挂着的。帮帮帮帮帮。那你说了，一牙他是趁着走，你偏要给他这个形象，好吧？这有什么好说？树枝都湿了，天哪，烦！又一个。肉快烂了，一会儿就。对了，炼油架，慢慢你多做。哎，算了，一会儿我来吧，我来处理，我再多做个炼油架。啊，没事。我说的啥？啥事儿没有。玩家自带，玩家闲着就会说那句话。操，老子精神值过低了，好吧。眼镜呢？不在我身上啊。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哎呀，亮了，爽！两个。嗯，晚上出了什么事儿，至少还可以待一会儿。这个法克鲁也是，我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你明天我们两个得有个人去接番薯啊，对吧？你去，我不去。什么？又是？明天我要。哎，火火火火火！别往里面加木头啊，往里面加树枝就好了。是树枝，但是我树枝都是湿的。加树枝湿的，你不会，你不会。我明天我多扩展一个。哎呦，终于啊，终于长出那个树莓了，不容易，不容易。好。终于啊。这次食物是。叫浆果。啊，好吧。鸡昂浆歌乌鹅果。Whatever。我去接番薯了啊！我操，这个值。白天了。对的。哎，白天了。我来你想啥呢？哎呦，这是什么天？我的天哪！我怎么冷的这么鸡巴快？这是 hell for me。睡觉。哦，好的。我去想办法接番薯。番薯，你先看一下室外温度多少。
室外温度17度，还可以。我想办法接翻。我发现自从有了这个曼陀拉草之后，这些火鸡都不舍得走。嗯。哦，靠背杀人蜂出来了！我操！我怎么兄弟们，这不没有理由的呀？怎么还开始冷了？现在温度多少？一会儿冷一会儿不冷的，我天哪！你这叫怎么办？因为下雨，雨的温度又不一样的。烦啊！哎，问题是我们城那边有个杀人蜂，就是你什么时候听我他妈身上都快满了，就那个雨池都快满了。嗯，手得死吧。我的天哪！对，又开始了。Come here, motherfucker! I'll fuck you to death. Come here. 好了，我回来了。方叔，你看到那个附近有没有条那个深色的路？你看到了没有？深颜色的路。Come here. 就是那个门那。对，门那附近有个对，然后有个接草地，一个深颜色的路，你有没有看到？深颜色的小路。哎呀，不好打这些小鸡，干嘛跟着他呀？你倒是不要离开，你过来点好不好？我的天！你们是在一个虫洞里面吗？是不是傻？不是傻？是不是傻？你在里，你在跑，你在跑，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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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看啊，这里有一个草地。你能不能看到那个有个深色的小深颜色的小路 ？Follow me。啊，有啊。跟着深颜色的小路走，跟上走。它有岔路的嘛？到前面有个岔路啊。怎么打？远的，远的走啊。OK， 我又开始温度为负了，这就非常的尴尬。等你看到有一片，你先自己往前走吧。等你看到有毛内群的时候就到了。那时候，因为我这边有只杀人蜂，我弄不来，而且对面有个风穴，我一打的话，那对面就出来60，然后就 GG 了。然后我就只剩2滴血了，爽吗？走。我剩最后30滴血的时候退服。你现在很饿还是怎么？不是，天气太冷了，血没了，加上这个。哎呦，我这边半一半。我操，这家伙是会回血还是怎么的？贼鸡巴。会回血，会回血，会回血。如果离开他的视为视觉的话，他会回血，自动回，瞬间回满。哎呦，20点了，我退开，不早说，只剩20滴血。瞬间 BOSS 离我们家很近吗？还是怎么？很近啊！不然干嘛去敲他？给我几个绳子。嗯。我只剩最后20滴血了，我觉得 我能不能把那个秋季 boss 给引过来？但是秋季 boss 又不走，赖在那里，贼他爹地的。给。我只剩最后20滴血，我都不敢，我都不敢进。我的 fuck， 你都这么多给我？雨什么时候停啊？我操！我潮速度都要满了。我潮速度也满了。我的马上我很快就要满了。眼镜能借我下吗？一会儿。没，可以。现在能忙是吧？来。give。好，谢谢。潮湿的眼睛，收木枝啦！你去收完木枝，我去种，我就看看田那边什么情况。啊，谁来收下木枝啊？我们去个苦工。Thank you。拜拜，你跑快！又他妈冻着了，有没有病啊？这雨下没完了。没完了，草长起来了，去收，去收，去收草。
Oh my god! Lady Gaga. 新的一批草弄的比较宽，因为这样比较好，更容易施肥一点。如果是鼠标挡，这个缩兵挡的话，鼠标倒是不一样，随便摁就行。哎呦，冻着了！你朗速比我还快。喂、贼烦！我也是什么来了？刚才我还……哎呀，终于不下雨了！我的天啊！明天你去找一下翻库鲁吧。是因为下雨，还是我们都全部都冷的跟傻逼一样，还是因为什么？因为下雨。好吧，我看看能不能用回旋镖搞死那个鸡巴人。我告诉你啊，麦麦，你不能做吹箫的，就是那个用那个吹箫的那个飞筒催眠那个对吹箭的话，催眠吹箭的话，它不造成攻击力的。普通推荐才搞造成攻击力或者火焰推荐，我也不知道你神他妈就做成了催眠，我谁知道你做成那个了？水已经没了，我去吃一个东西。没了，听起来草地上全是水的声音。需要蜘蛛网，有没有蜘蛛网？并没有。你明天去那个弄接翻库的时候，你弄点蜘蛛网就好了。哦，翻了翻库，你都不能去死吗？赶紧死他妈鸡巴过来！我的天哪！他过不来，他被冻到了。过来，你去接。Fuck！还有这等奇葩事情。因为全是蜘蛛，行了，我试着去。翻库还在吗？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地图全让他被清空了。哎呦！记忆力等于零啊！你没有记忆力啊！你不长脑子吧？没有啊。Fan Clue。啊呢？我那不小心看着你们了。现在是白天吗？没有。啊，现在白天了，我去接你。白天我也把服务器进了。你在那个出生点那边弄，准备一个那个。准备一个火坑，火把。库鲁的奇葩的生存方式。我没斧头，我怎么做火坑？你们妈妈呢？你们的妈妈呢？人呢？身上带着保暖石还冷。牛角就可以召唤牛。来弄那个。来弄那个大鸟。不应该叫大鸡。大鸡呢？大鸡呢？驼鸡呢？好了，可以了。吃掉，把东西都吃掉。吃掉，哎呦！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跳！把杀人蜂打了我一下。我操他妈！全是蜘蛛。闭嘴！不要说脏话。你，哎。好了。24滴血，不慌了已经。翻过去找你了啊。嗯，来吧。我记得是这条方向，对的，没错。只要出了屏幕，他就回血了吗？对，只要出了屏幕，或者他不追你，他就瞬间回血了。瞬间回的。对，瞬间满。看能不能把这个 boss 扯到那边。好了，我快到春天。我把秋季 boss 扯到春季 boss 这边。你小心点啊，我可不在下。翻滚，你确定在出生点没动是吧？春季 boss 在哪？啊，就在，我看离出生点有多远。不，我直接干掉春季 boss 的老巢不就好了？对嘛？睡你妈逼的觉，起来。睡你妈逼。如果直接往前走了。怎么嗨也嗨不完！啊天哪，这边是海。我现在离出生点很近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不确定出生点在哪儿。哦，我看到草地了，那就快了。Yeah, boy.
What the fuck you want to do, little boy?你附近家附近有草地吗？你能看见草地吗？仓库。门附近是有草地啊，怎么了？哎，我看到你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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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门门门门，跟我跑，跟我跑，跟我跑。What the hell？ 起来 ，pull up。不，你身上有木头吗？并没有。那你去砍一个树吧。算我去。都没斧头，我怎么砍？我去。我把秋季 boss 引到牛群里面来。我去。然后呢？你都不敢砍大树，砍大树都开始顶他了。哇、哦，好多肉啊！全是肉。我都怕弄出树精来。两个木头溃造了吗？好了，可以了。来来来，跟我跑，跟我跑，跟我跑。张哥。Oh my god！ 跟这条深色小路跑，跟这条深色小路往前跑。你们在我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有多壮观。跟这条深色小路往前跑，一直往前跑。我就在他面前捡肉，我的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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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比你快些呢。嗯，气温只有3-4度，赶紧往回跑。14度喂，我这边是14度，全鸡巴是肉，我的天啊！张哥，你慢点。Come here, fuck your daddy。小心点，前面都是蜘蛛群。哎，我给回旋镖一巴掌拍死了。是啥？呀，猫一定会的。这个鼹鼠啊，哎呦，偷尸体的贼！张哥，来来来，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过夜，你别往前走了，一会儿在这附近过夜。OK。再往前走了，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你得狂跑啊，因为上面有两只蜘蛛巢。来来来，别动别动，你过来，我把草丢给你。离这边远点，上面有牛，上面有牛，一会儿发情就惨了，你往下。发情。等一会儿再做吧，因为这个时候往回跑的话容易被戳死。过来，别动别动，我把草给你。潮湿的37个草。等一下，我现在一群一群的牛直接被他一巴掌嘣就死了。都说了 NPC 在他面前撑不过6秒，都跟你说过了。你说的是5秒。5秒也行，这上没有5秒，还没5秒呢。行了，在这造一个火堆。谁说的？明明就撑了10几秒，好吧啦，扛了3巴掌才死，扛了3巴掌才死。帮你 fire 来不？哦，瞬间就温暖了起来。不是，那个就突然就找不到春季 boss 了，然后我就不该说什么。非有猪，扛过今天就好了。已经进入春天了，今天正式进入春天。这个做个心脏哦，做个心脏哦。嗯，我和方克在那边。你要不做心脏，我就给你强制回档。嗯，方克，一会儿你要跟我好好走位啊，你走位有一点偏差，你就废了，就可以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我有点慌。就可以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对面有四个，有三个三级蜘蛛巢，自己想好。这是人待的地方吗？有不是，我说距我们城中那个位置有三个。神他妈，春季 boss 呢？木头大陆。现在 boss 怎么这么难打？不科学、啊。什么声音？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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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什么声音？轰隆。我这边能听到什么？咕隆咕隆咕隆。我电脑吗？我的散热底座贼鸡巴响。不是你散热底座，是游戏发来的声音。好烦啊！这 boss 根本就打不死那种。啊，鸡巴回血。都说了用那个炸药引过去之后，直接点上炸药，嘣，直接一次性突发给他炸死。告诉你给做炸药。你他妈！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他妈做炸药啊！
干 powder， 然后直接可以去科技蓝机找就有了。你为啥不做呢？我给你提过意见呢，然后你没回答我呀。啊，那火又要灭了。这坑队友不是不是，小黄是专门专攻食物的，倒好了，我他妈一个人哪还忙那么多这么多事来。你要是让我攻别的，你看看我的网络。坑的不要不要的，那个 ER 也是更坑。我的天，进来就蹭一把。来来，跟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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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宝贵的东西拿走了。跟我走，跟我走。哦，是火原来在这里。来来来，从这边，从这边，从这边。哎哎哎，你往哪儿走呢？撞树了。然后跟我转向。一点偏差都不对，然后进的时候马上跑，附近有杀人蜂，这边就是虫洞，进之后马上跑，附近有杀人蜂，立刻，我先带一波杀人蜂跑，跑，I'm here， 你别往右边斜着走，给我正着走，这边走。Fuck， 我是恶魂，你应该怕我的 ，OK？ 哦，死不拐弯系列。在一个马路上走，速度会快点。你他妈还往回拐？你他妈……等一下哈。说什么话？往这边走，来。前面应该 roll back 一下。别，用不着。烦呢、你在家吗？慢慢。复活指令是啥？不在。谁他妈鸡巴要在家里待着？来不管，我要找复活指令，我直接复活自己，强制复活自己。哦，可以的。你去收点草吧，什么的，加把家里那个木枝什么的都收下。然后有个是。心脏倒是这边给你做好了啊，妈妈，自己回来弄。啊。然后我保湿度只有二。来，这里你自己不去冰箱拿东西，你怪我了。我错了。对，这个靠避雷针，这个冰箱是成物。然后另外那个冰箱不要动了。指令也是有鸡巴病，我操！你赶紧来一下，Raise the power， 直接进入选角色了，好吧？这他妈哪叫复活啊？这他妈是智障吧 ？What the fuck！ 写这个文档的人，你给我出来，我打死你这个狗丫的！你回家呀，麦麦。行。好了，草大概收集了一下，然后这是鸟笼，然后还没有开始，算了，后期加吧，后期的可以让我来自己加。现在看天数特别的滑稽，每次都说要做后期，哪次你做了后期了，我有点想杀了你们，脏家伙！看天数非常的尴尬，脏非常的尴尬。来，哎，心脏，等一下，三二一，扣血！3 2 1扣血！我们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几个心脏备用。棒！刚才潘坤那个表情，哎呀，笑死我了，眼睛忽然间就小了。哎呦！哎呦！各位准备好大量青蛙。嗯。哎，刚才是不是掉了个青蛙啊？没有。又开始短路了，我的天啊！我开始短路了吗？我先做一大堆陷阱。翻过一个，你拿几个陷阱？你拿几个陷阱？一会儿会掉青蛙，你到时候就得记得疯狂往前跑。然后往后面放那个，哎，在。说好把黑裤子给我呢。哎，就是说往前跑，然后往后面放陷阱。对，一会儿会有一大堆青蛙来。小黄，你说好了把黑裤子给我呢？你等一下，我这边我做一个那个食物在哪里？这个怎么做的？哎，这个草帽防雨不错哦，可以的。有吗？
我去做一个。哦，长很慢哦。那我也做一个好了。哦，眼镜在我这里，眼镜给翻过戴一会儿。我不太相信他的那个机器人，不知道对那个有没有效，不晓得。反正他哎，这几只 boss 全你妈在外面了。我去，戴上眼镜过后发生了什么？我的精神值发生了什么？疯狂的增加。你还有草吗？再给我一点草。没有了，那是让我所有的草了。哦，好吧，好像还有，刚才才收的。来来来，别跑，别跑。你好像刚刚吸了避雷针的东西。哦，对了，其实他是那个机器人，他要吸避雷针的电，他要电的。我默默地站了过来，吸了一发电。Back up power， 恢复生命。不是吸了吧？你他妈在旁边发电的好吗？行了，我就做这个避雷针好像要劈很久很久才会长，对吗？QQ， 好好笑这个。QQ， 好好笑，好好笑。我去做一下。这些东西都可以收的。山口路一直在旁边自带闪电，然后那个什么就把它电全吸了。啊！哎，火！又尴尬又尴尬了。那个云啊，那个雾啊，那个云啊，那个雾啊。凡可鲁，明天交给你一个任务。干嘛？就是把我们家这些把这机器的能量都填了吧。树枝全收了。带着树枝全收了。火鸡又开始犯贱了。没有凡可鲁。凡可鲁把树枝全收了。哪里啊？你说呢？我明白了。月圆。我要出去浪。然后啪叽。别死就好。把尸体捡起来。你是出去这么捡尸体吧？啊，看一下。哦，这个眼镜好恐怖，精神值已经回满了。天哪！为什么血在扣血呀？你下一回扣血的，这是你的 bug。哎呦，有没有补血的呀？我去，看冰箱里面，冰箱里面有没有回血的？哎，这晚上哪个是绿灯，哪个是蓝，哪个绿的，哪个是蓝的，我都看不清楚。我他妈知道。哪个是绿，哪个是蓝，我都。哎呦，这雨下的好鸡巴。你就随便吃就好了。哎呦，你瞎了吗你？开锁冰箱了。下雨天是不是？哎呦，又一雷。我把这几个肉先晾上去。哎，这个小可爱怎么跟着我？哎，我怎么突然体温降到零了？哎，吓到宝宝了！卡哇伊，卡哇伊的是。天亮了，你的火龙。哎，我去收个，把眼镜给我。棒。张克鲁那边。把眼镜他妈给我。张克鲁那边。我都棒棒。凡可鲁把眼睛。我的天哪，这个雨，我的天哪！你看我身后跟着。哎呦，怎么竟然又降到负一度了？哲，这是什么鬼？这什么鬼啊？什么鬼啊？两个星虫。这虫子干嘛的？凡可鲁，我让你干什么事？你没听到是不是？容我默默过来补个血，真的。我靠！我你把眼镜给我。然后是把树枝全部给我收了，听懂人话没有？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听到了！哎呀，太冷了，太冷了！赶紧给啊，西巴！你们两个喊你妈鸡啊！我操！掉地上会死啊你啊！把这地上，丢掉！天哪！丢地上了！我天哪，这个春天太难过了，夏天倒还好过，春天最难过。太你妈多雨了，这雨下的。哎呀，完了，我已经只有七点血了，赶紧过来吃。啊！你去冰箱里吃东西。一死。可以。恭喜！谁叫你选机器人了？没有办法呀。自作自受啊。机器人跑得快啊。
快点挖皮、啊。谁知道春天那么多雨，哎呦，过得难受。不要下雨了，行，不他妈不行。二魂，你也不要跟着我了，行他妈不行，天哪！这个宝会打你吗？那个东西？好奇，我是怎么又开始掉血了？哎呀，你把火点上，把火点上！我的天啊，这个恶魂跟着我贼鸡巴烦。他跟你，他不会打你吗？不，跟在我后面那个是小宝宝，你们看不到的世界还有个恶魂跟着我，好没有，太好了。恭喜我的雨、哦、水值满了，崩溃的。雨水值满了100%。雨水值冷的太快了，凉的太快了。妈了，恭喜恭喜！紫装，紫色的，操，有过了好吧？来狗了，29、28、27、26、25、24、23、同样的鞋，22、21、20、19、18、17、16，来，我帮你看一下。我以后出门要不要带这个小宝宝、啊？13、12，拿眼镜给你，拿眼镜，妈，一会儿又干不干？今天不用。你怎么跳101天了？110啊，没。110，好的，那我大概知道家的方向了，好，那我直接往那边走了。啊，直接回水吧，我的天，我不管了。那个人我选真他妈好，操，不想骂你。嗯。晚上开始下雨，然后来狗。好的，然后往这边走。哎啊，对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地图它没有丢。啊。哦，就摁到这边上。家里他妈那么多，哎呀，我不说话。家里24个种子，怎么没有人种地？算我去吧。User ID 到底是什么 ID 呀、啊？鸡呗！现在附近全是杀人蜂，自己各位小心。Franklin， 你知道家在哪哈？没有，地图没有向上。我给他指过。你记得没错的话，今天我是要去勾引秋季的 boss， 然后打冬季的 boss。啊，不，勾引那个什么的 boss 啊。看那俩 boss 在哪，我们俩勾一起去。我们家还有多少草啊？算了，我接下来吧。我觉得勾引一群牛去打那个什么 boss 也行啊，掉一大群肉。但牛就都死了。牛可不止一群好吗？好几十群。性价比很低啊。OK， 我到了。地上有两把雨伞，你自己拿着用啊。巨人吗？啊，搁这呢。Okay, come here. Yeah, follow your daddy. 看能不能在天黑之前跑回去。应该可以。Fuck that guy！ 一会儿鸡蛋什么的就去喂鸟吧，我现在先做一点。哎呦天哪！呀，秋季 boss 啊，是这，好的。Hey， follow me。秋季 boss 打冬季 boss 是秒的。
可以。秋季 boss 打冬季 boss， 秋季 boss 打那个春季 boss 是鸟的吗？对的。好了，两个 boss 在一起了。是秒的。他们俩没打起来啊。哎呀。等着吧。被蝙蝠捉了一下，这。智障。我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啊！天哪，那个翻滚过来，我给你做灰雪的东西。来，我记得那个。你身份证还有多少？你自己说话。24啊，24。你自己过来吃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队友，鸡蛋火腿是用来回血的。鸡蛋火腿回饱食度也不少。对啊，吃两个饱食度嘛。这怎么做这么久这东西？我的天哪！哎，哦天哪！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哎。约。就是那个玉米，它的保质期好像等于无限。玉米保质期有限。是。坏掉了之后你吃它，它就直接来那个番骨过来吃肉丸，肉丸留给番骨吃。不长点什么？啊，肉丸留给番骨吃回血。番骨你干嘛呢？好吧，当我没说。番骨把树枝踩了，是不是听不懂人话？点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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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还好这次没卡，他妈还好，还好我换了一个网络条件。妈，我不说话还他妈搁那，还搁那等着呢。哎，惨了，全部给发库鲁了。发库剩多少？多少生命？然后范库并没有回答我。嗯，啊，六十四，他死掉了。64还好。我又死掉了。啊，我每天死个十几二十回的，真的是。范库肉串自己拿吃，肉串回血。哎，肉串好像并不回血，看一下，我做回血的吧，做回血大餐。看一下怎么做啊？回30血的，我看一下，我记得回40血的，我记得有。回三血。回40血了，我放才回3滴血，还有回40，有回30血，我看一下怎么做。浆果煮熟的，还有水果，啊，知道了。好乱呐、啊！浆果，然后要一个煮熟的种子，加上水果，没有水果那再加树枝，水果可以到那边去采一下。嗯，这两个壁垒真好亮啊！你麦麦，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想在下边再扩建一个，再扩建一个那个火炉，我们就晚上两个火炉吃火，这样就亮一点。以后我们放灯吧，好不好？家里做点灯，好不好？我们可以啊。那需要那个材料太多了，其中材料太多了，你需要下地矿。不多不多，我来做，就下地矿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管。行。哎呀，天快亮，我去收一个，去收一个东西，给番骨回下血。哎呀，快点，天快亮，啊、我疯了。结果他妈水果没有长出来，好吧，我笑了。啊，你种了多少树苗？好可怕。嗯，等一下。哎，那东西搁哪呢？那个灯，搁这吗？啊，搁这。大肉、蔬菜、水果啊，还是没有。眼珠就可以了。我去找啊，我是陆地学了。心烦。我操！翻滚过来收下东西，放冰箱。好像就在那个。啊！翻滚弄完树枝之后，一会儿收下，一会儿过来收下锅，然后放下东西。这俩 boss 打架打的怎么样？非常的欢乐。没打呀。树枝估计要收个十几二十年了。
哎 ，boss 呢？食晒了。秋季 boss 呢？死了。秋季 boss 死了？不知道啊，可能是昨天他们两个打了吧，晚上，还他们两个就都走开了。啊，搁这呢。春节 boss 呢？跪了吗？一起呢。不要让我睡觉，是吧？哥，我狗这么远呢。嗯。回来，我给你做心脏，来。掐起来了。我的死让他们两个掐起来了，太好了。你看，我都得送心脏就行。啊，你回去了。小心点，今天晚上来狗，所有人注意。你做个心脏给我，我就只负责跑，我只负责跑。跑你妈逼啊，冰狗的妈的！你先回家吧，曼曼，实在不行。不行，我得看着他们，不然他们两个直接就回血了就。哇，那 boss 掐架就是厉害嘛！感觉自己和他们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是有没有？嗯，他们俩 boss 打 boss 都掐这么久，就我那个剑，那砍到什么时候去？知道就好。春季 boss 死了，秋季 boss 没事儿。我都说了，秋季 boss 打春季 boss 秒杀的，春季 boss 是废柴。秋季 boss 好像我们不去招惹他，他就一直在睡觉，他秋天才会起来。啊、春季 boss 就是一废柴，废柴，完全就是靠血厚肉挡的，你不然他早就死了。小鸟过几天来狗，他被飞镖弹死的第一次，你知道吗？我被飞镖弹死的，多么高智商的死亡方式，是吧？我们做那么多狗牙陷阱，为什么呢？是吧？所以范克伦就在狗牙陷阱那里转圈就好了。你网络这么好，我网络不行，我转圈都卡。哎，来，我给你做心脏，等一下。你可以做慢点，我先去装点饭，我去装点菜，啊。好。各种害怕，这血就从来就没回满过，做了心脏，然后又做心脏，扣四十，扣四十，扣四十，哎呀，你就不说啥？啊，终于要收完了，这几组了，天！然后有个箱子里专放木柴，你可以去看，专放废柴的。下雨了，今天晚上来狗。有下雨。今天晚上来狗，所有人注意。等待。今天晚上来狗肯定来。防止。你看。好呀，抖音蒸发。什么鬼？啊，好可怕！哎，翻滚，你现在要回血吗？嗯。先把肉串收，那不收一下。我看怎么做。Juicy。慢慢回来了。Sorry。把心脏给我吧。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尼玛斯，等一下，卡了一下。啊，我需要拿个一线。小燕，今天晚上好像来狗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嗯。我得赶紧再做俩强心针。嗯。你刚才专门放木。等一下，我吃一个东西。我这里有个回三十的血，现在谁生命值最低？给翻库鲁吧，给翻库鲁。我五十。等一下。那你给 Marsak， 我有63。他有血上限的，给 Marsak 没什么用的。等一下。给他没有用的。不好意思。等一下，我现在烤一个东西。好了，我血上限满了，给我吧。等一下，我这边等一下，我去做一个回三十，哎，回多少血？看一下。哎呦，我点了什么？回三人血的，加上哪里去了？刚刚烤的，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更多呕吐物。哎，我是今天第一次说出这种话，我们需要更多呕吐物。来，拿走，那个锅里的那个给麦麦。好。回三人血。翻古鲁添一下那家里多做点强心针啊！翻古鲁添一下那个火把，还不添火炉？麦麦你自己去拿呀！哎呦天哪，服了，我服了你们了！哎，这里这个箱子看到没有？小黄这个箱子看到没有？啊，里面有五个强心针。哦好，我一次都没死过最近。
你做的是啥？告诉我。你自己吃吧，回三人写的。这是啥呀？我听。叫果仁杂烩。嗯。回三人写的，去吧。眼镜给我。眼镜不啊？眼镜在我这儿。要回血的吱声。翻过去吃一下回血吧。我需要激活一下那个，吃一下回血。水果杂烩是这个是回三十血的，挺爽的其实。嗯，叶源挺少的，其实28。好的，狗来了。不是今天狗吧？我其实、太好了，长这么多玉米出来，正合我意，满血。这。你倒是中回去呀、啊！哎呀，当我没说。这个造价很低的，一个果仁加三个那个浆果就 OK 了。嗯，这回血性价比不错。性价比很不错的。哎，春季 BOSS 又刷了一只。方谷，你看到这个箱子了吗？又在打那个春季 BOSS。你看到这个箱子了吗？信不信？这个箱子以后放所有的成材料，就是做好的材料，懂了吗？那个是等一下，等一下，火，你去弄火，你去弄火，我冷了，我冷了，哎呦，小黄，跟你说点事儿、说，春季跟他秋季 boss 跟春季 boss 又打起来了，所以呢，秋季 boss 继续秒春季 boss， 对，但是那个秋季 boss 一直在使用催眠术，我操，我刚好在那个范围内，快跑！不要催眠了，不要催眠！哦，我回下血，我快没血了。你回家呀、家。我他妈不催眠了，别睡了，起来吧！哎，我礼包好了。Okay, 今天晚上来狗，不得死啊！今天晚上来狗。OK， 17 16 15 14 13 12 11，火点上9 8 7 6 5 4 3，不，我没事了。我不仅发出了你们的笑声。那个我继续做了，今天晚上来狗，哎，我从就劈了一下。今天我去做点那个。那个，你们谁去收下那个浆果？谁去收浆果？我去狂做。我来收吧。手机攻略还是更靠谱一些啊，比那些网络攻略、贴吧攻略靠谱多了。好，那来直接去那边拿吃的，直接去那边拿吃。我他妈尸体还没捡呢，fuck了，简直了。晚上来狗就绕着跑呗，我就直接退了，到时候你去捡那个东西吃。我这边需要浆果。啊，我就直接绕圈子跑就行了。嗯，你就不要看，哎呦我天，肉都快坏了，麦麦多做点让晾架。嗯，蛇草。6%，又劈中谁了？没劈到谁，劈是碧莲针。嗯，呕吐物去催生一下。fuck， 他冷是瞬间冷，他没有那旁边那个火一点点冷，他瞬间就冷了。我的天哪，这谁反应过来啊？给我们做一个那个吧。浆果也放在我站在这儿吗？我浆果放到那个，对，放那里，对。完了，我强迫症开始了，比如我重新强迫症一样。我那些肉我就不管，我等那些肉烂了，我不管那些大肉，我不管了。天哪，反正又狠。啊，那个杀人蜂攻进来了一只，你用好了没有？翻库，你那个麦麦，你把眼镜给翻库，翻库那个精神度不够了。翻库，问你件事儿，你话听不听话？听话。这几个肉别动，放电等它烂的啊！来狗了，走，等它烂，你也是。等它烂。走。我需要一个草帽。
拿把雨伞不就行了吗？哦，靠背，冷。十三，十二，十一。过来，你到我这来，到我这来，到我这来。九，八，还到你那去？七，六，这外面有个火坑啊。四，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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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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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死一只。看我这灵魂，像十样的控制。我去你妈！我靠！我要跪了！我要跪了！认真认真认真，别说话别说话，引到陷阱上去，引到陷阱上去，陷阱已经用了一半了。我现在一滴血啊！我跪了，我跪了，我跪了，我不行，我这个网络。你网不好，你还干嘛呢？你教我如何？你说呢？还剩三只。来咬我！一会儿谁救我一下？咬我！来咬我呀！哎呀，我被咬了两下。说的反口了，就被咬了两口。差点又被咬！哎呀！哎呀，虫子陷阱，麦麦虫子陷阱。就十二滴血了，反虎轮先跑，别停下，别停下，别把他引到我这来，但是别停下 ，OK？ 我去那个赶狗去赶狗。我也不想停下，我只有十一滴血了。Okay. Stay, yes！ 快冲阵啊！好好，都死了，都死了！心脏，心脏，心脏救我，心脏救我！立刻，立刻，立刻！哎呦！看给你做个心脏去，敲他妈的！我这边有打火机，我这边有打火机，啊、我不怕。我这边有打火机，直接那个救了我之后就好了。哎呦，赶紧！我要吃。心脏需要一个胰腺。我要吃两个火腿。快去，快去，快去！家里的也是够多的。OK， 再拿，再我多做几个心脏备着吧。我的天，以后就不用。你先过来救我，先过来救我。再来一下。哇，爽！我先把血回到一半。来来来来。给你。好的，差不多。我就留个实血，然后我就去那什么，我就去那个。我一会儿需要下眼镜。哎，鸡蛋都快坏光了。鸡蛋坏，留着呕吐物，你不正需要吗？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叫你收树枝，你收了几天了？收完了呀。那个春季它生长速度快。收完了吗？春季速度它生长速度快，不是翻谷的事儿，生长速度快。继续采啊，继续采啊。它长了，继续采啊，真是的。要的，它长了你就要踩，知道吗？你还说你听话吗？哎呦，我感觉上一次踩了两天都踩完，哎呦，可怜。你这一天。金那个眼镜借我一下。好，我把树枝放进去。眼镜借我一下，谁眼镜借我一下？好。来，过来，我把那个给你。眼镜，同志。在我这儿。啊，不在我这儿。OK， 又有两个心脏，我放最下面这个箱子啊。好了。两个心脏，六个强心针，谁要用？以后滑出种子，很严重的事情。滑出种子，怎么了？又怎么了，麦麦？那什么，我们没有材料做帐篷了。帐篷折。也就是说，我不能回血了。可以啊，谁说你不能回血？吃东西。吃，不吃不吃。我们需要去抓蜘蛛。蜘蛛我可不去抓了，我告诉你，蜘蛛我可不去了。现在三级蜘蛛都刷出来了。我这边帮你们把火点亮点，把火点亮点。我这边烤食物，烤回三十血的食物。好，来多做点回保回血的食物。来，嗯，我有回四个的，但是我需要蔬菜和水果。我看是水小的是回四个的吧。对的，脚都是回四十血的，但是我需要一个蔬菜和一个水果。种子呢？哦，已经到春天了，还剩下14天。一年就是这么快。华树，我那个华树种子留着不要动，留给我。喊什么树精啊？生存的他妈是问题。我包还没捡回来，明天我的目的我是去捡包，我就不管你们了。
爱管不管，不管啥的。这是吃一个东西。回满，刚好。那行吧，然后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